天文台已經在下午7時正發出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。在晚上8時中，颱風小圈集結在香港天文台以南大約是7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緩慢移動，靠近珠江口一帶。颱風小圈的眼壁正是逐漸靠近珠江口一帶，與小圈相關的強雨帶正是影響本港。受小圈影響，本港多處吹烈風，離岸和高地間中吹暴風。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，小圈和香港天文台最接近的距離大約是60至70公里，本港將由偏北風逐漸轉吹偏東風，原先受遮蔽的地方可能會變得當風，市民需要保持高度警覺。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變化，評估是否需要發出10號颶風信號。預料今日和明日本港會有狂風大驟雨，市民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。最後提一提大家，請留在安全的地方，由於海面有非常巨浪和湧浪，請遠離岸邊和低窪地區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